你们以为这是个灯罩吗？今天这个是有个粉丝问我说，快要到纪念日了，有没有什么可以提升氛围感的美食？非常的简单，唯一的难点可能就是给气球装水了。敖糖在前几期视频教过你们了，温度升到130度，关火小泡，淋的时候可以随意一点，这样做出来效果更好。我原本以为这个碗已经够大了，没想到还是溅得到处都是。剩下的糖浆也不要浪费，让它这样自然的滴落，仿佛拉丝。稍微控制一下粗细，像这样叠起来。你们看，像不像一个鸟巢？用来装冰淇淋是最好的，不太容易化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